第一步，装上电池。电池装好后，请检查一下，然后打开，确定马达是工作的。确定马达之后，然后开始装刀头。刀头的接触点有一个铁片，铁片有个小孔，确保小孔和马达的接触点是正好相连的，然后卡进去。卡进去之后，然后测试清煤刀是否正常工作，如果正常工作就装上外管。装上外管后再测试一下电动熏煤刀是否正常工作，正常工作后再套上机盖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